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今天有37个提问，首先是香港同学的提问，他说香港有一个道场，是以净空老法师教材来学习，那么这个道场老师啊，提倡师承，请问，下面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个道场一位师兄啊，一年前过世了，而这位老师强调要修清净心，禁止所有师兄去助念和帮助一切殡仪的事项，请问这是不是如法？第二个问题，说这个道场啊，郭师兄曾经获得谢慧赠送老法师的光碟，可是因为要接受师承，就不能看老法师的光碟，请老法师开示。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师承呢没有了，我所接受的教育，我常讲是沾到一点点师承的边缘，是不是有师承呢？没有。我的三个老师，方东伟先生、张家大师跟李老师，前面两位老师完全没有提到这桩事情，而李老师呢，我跟他学佛的时候，他给我提出三个条件，也没有说死的。我们曾经听老师说过，佛教是师道，师道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孝道没有了，哪来的师道呢？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社会为什么会这么混乱，师道没有了，为什么师道没有了？孝道没有了，他在家里面对父母都不尊重，都不孝顺，他怎么会尊重老师？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这是中国5000年的传统，过去每一个时代都非常重视，可是从清朝亡国之后进入到民国，我们知道民国这一段的历史，是一个社会动荡混乱到极处的这一段的近代史。所以中国传统教育呢，自自然然就被忽略了，这个不能怪任何人，
在佛法里面讲呢，这是众生的共业所感，累积千百年的不善，现在得到的报应果报啊，果报现前了。那么为什么以前不能现前呢？以前没有缘，缘是什么呢？缘是教育啊，教育一疏忽的时候，果报就现前了啊。这个我们修佛之后啊，完全明白了啊。你看这个叫孝，这个最早是谁教啊？父母教啊。父母怎么教呢？父母是身教，不是言教啊。从什么时候教起呢？大概一般士大夫阶级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古代的知识分子、读书人的士大夫阶级，他们懂得多半是从胎教啊，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学三胎啊，目不识颜色，耳啊不听不识物色，耳不听言声，口不出傲言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要守住端正啊。为什么呢？它影响胎儿啊，要让心情活跃啊，和睦喜悦啊，在怀胎的这个十个月当中，这个给小孩啊是最好的影响。如果在怀孕的时候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啊，常常还有喜怒哀乐啊，这种情绪啊行为啊，这个对胎儿是负面的影响啊，这个不是正面的。所以做母亲他就特别注意啊。那么当然不是读书的，像一般的这个平民，很多不认识字的，他对胎教了就差一点，但是小孩生下来啊都懂得啊，都懂得呢，让他眼睛看见的、耳朵听到的啊，他所接触到的也都是正面的啊。所以父母要做出好样子给他看啊，父母在家里面能够孝顺自己的父母啊，母亲能孝顺自己的公婆，这就叫孝啊。你看做父母的人怎么样对待老人，这小孩就看到了，就听到了，他就在学习了。所以说三岁看八十啊，这个我们相信呐。啊，从出生呢到三岁呀，三年呐，1000天呢，1000天，他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，全部都是正面的，啊，都是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。小孩这个根呢自然就扎下去了啊，他还没念过书，他也不认识字啊，他已经学会了啊，这个根
所以根扎的深呢，婴儿时候扎的，如果没有重大的这个环境变异，它确确实实这种好的习惯，它能保持到一辈子。那五六岁上学了，这上学，父母就教他，要尊师重道。尊师重道，父母教的，父母喜欢读书，小孩就喜欢。父母喜欢写字，小孩也就学会了。所以进学堂拜老师，这个是让儿童受尊师重道最殊胜的教育。怎么个教法呢？父亲带着儿子去上学了，儿子大概是六七岁，这上学的时候了。学堂里面有礼堂，礼堂当中一定是供着孔老夫子的牌位，那个时候很少画像，供牌位，大臣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，很大的牌位，那么进学，这个有老师同学都站在两边，那父亲带着儿子向孔子牌位行最敬礼，三跪九叩首，是从前对皇上的礼节，三跪九叩首。拜完之后呢，请老师上座，请老师上座，老师坐在孔夫子牌位的前面，这个父亲带着儿子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。你说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样子，对老师能不尊敬吗？老师的话能不听吗？父亲对老师三跪九叩首，拜完之后，同学在两边，父亲也是带着小孩对两边同学一问讯，有我们佛家讲的一问讯，两边各人一问讯，得对同学打招呼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教尊师重道。那小孩受过这个训练呢，我相信他一生对老师会尊重，跟对自己的父母没两样，跟同学、跟老师的儿女，就跟自己亲兄弟姐妹没两样。这师道啊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学校是学练的，它是买卖似的。你看进学要交学费，从前进学没有交学费的，所以教书的父子，从前教书的称父子，这他的行业，跟另外一个行业呢，大夫，就是医生，称大夫，
这两种行业都是不收费的，啊，都不能够讲价钱的，讲价钱的，那人家就瞧不起你了，你的书念到哪里去了？啊，你这个名闻利养还没放下，啊，所以不能讲价钱，啊，真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。那么礼送礼就是逢年过节啊，在中国习惯啊，过年之外有端午啊，有中秋啊，这是三个大的节日啊。三个大的节日呢，学生家长一定要送一点礼供养老师啊，有送钱的，有送米的，啊，有送食物的，啊，送个供养老师，多少随分。有钱的家庭，啊，这个孩子家庭富裕，会多送一些。啊，那么还有同学很贫穷的，不但老师啊不收学费，如果这个小孩念书念得很好，往往老师还要补贴学生的家用，因为学生如果很困难啊，或者是单亲，就是他的父亲或者母亲过世了啊，家庭环境很不好，老师都照顾啊。这个是跟现代从事于教学不一样啊，从前老师教学，他是什么心态啊？他是为往圣继绝学，为国家民族，为传统文化了，培养继承人。他志趣在此地，他不是靠这个赚钱的。所以老师的生活都相当清苦。啊，所以一般人讲穷秀才呀，啊，穷秀才的行业多半是在，所以农村里面呢，教私塾。啊，私塾一定是富有人家，啊，他们提供的场所，啊，当然是以教他们的学生，啊。儿女为主，可是亲戚朋友附近的邻居小孩啊都可以来学习啊，所以这师道啊啊是非常受到尊重的啊。那么老师对待学生，他有使命感，太负责任，要把这个小孩从小是根扎稳啊。过去这个小学私塾叫什么呢？德行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它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它叫这三样啊。这三样是根呐 啊基础教育非常的稳固啊。这是主要的啊，次要的呢，你看《弟子规》末后一句话了，有余力则学文啊，你的这个德行呢啊，道德啊，伦理道德因果都能达到一定的标准啊，那么你有能力的时候再给你学文啊。学文是什么？学文是读书，读书没有讲解的，就是叫你读，叫你背。那因为一般人大概在11、12岁之前呢，记忆力最好啊，就是用你记忆。这个实在讲呢，用佛家的话来说，
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。小孩到六七岁了，你要不用这个方法，他会胡思乱想。啊，胡思乱想呢，不但是消耗能量，会养成不好的习惯。啊，所以必须要用他这个多余的精力能量啊去读书。啊，把古圣先贤的典籍念书，通通都要念到会背。啊，那么一般是在过去一般都是以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里面的选集啊，那不是完全的啊，老师给你挑选的，或者是家长挑选的啊，老师教你读啊，督促你读，教你背诵啊，念得很熟啊，没有讲解啊，到什么时候再讲解呢？到太学啊，所以中国这个学制啊，只有两层，小学跟大学，没有当中的，啊，没有什么中学的，啊，太学里面呢，大概十三岁，啊，聪明的时候，十三四岁就进太学了，啊，太学里面在讲解，啊，在讲解，啊，研究讨论。那么太学里面的老师，他也从小学的嘛，所以四书五经啊、十三经这一类啊，多半都能背诵。啊，所以讲解的时候是很自在的，啊，大家都不要用书本的，说到哪一部书，那么人人都背过吗？都念过吗？啊，所以引经据典呢，是随口而出，背得熟的。记忆力好的，甚至于引用这段经文，在第几章、第几页、第几行、第几个字，他都清楚，都能记得住。这个我们不能不佩服啊！啊，那么像这种教育呢，我就没有轮上了，啊，就没有轮到了。啊，那我们是太小啊，而且四书教育受的时间也很短啊，以后就改制了嘛，改成啊，乡村里面呢改成呢短期初级小学，短期初级小学是在讲就是现在小学里面的低年级，就是一年级二年级啊，所以我们是那个学制是两年啊，这农村里面，那一改制的时候，这个课程就完全变了啊，伦理道德这个东西不重视了，就忽略了啊，课程就没有了，老师也不教这个东西了啊，教政府发给你的教科书啊，所以你要想的时候。那师承是什么意思？师承并不是老师教的这一班的学生啊，都是能够这个继承老师的道统的，不是，而是在这一班里面，老师会看到最优秀的学生几个人啊，实实在在讲，他能够看中一个人，能够将来继承他的道统，这就很难得了。啊，多的能有三四个人呢，这就很了不起了。啊，绝对不是说老师开这一班，这一班都是没这个道理。啊。你想想孔老夫子传孔老夫子之道的几个人呢？
啊，现在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的时候，真正传孔子之道的孟子啊，所以提起儒家讲孔孟啊，孟子是孔子的继承人呐、但是孟子跟孔子没见过面。孟子很小的时候，孔老夫子就过世了，没见过面。啊，怎么继承了他的道统呢？长大之后啊，读孔子书，仰慕孔子，啊，学孔子一家之言，啊，以孔子为老师，啊，所以在中国第一个四书弟子。啊，这叫四书弟子，没见面，真正传授了孔子的道统。啊，那么孔子的弟子当中有几个好的？啊，《论语》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。啊，但是成就都比不上孟子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要晓得。啊，那么后代。这是代代相传呢，老师真的要看中了一两个老师啊，那就特别照顾啊，特别照顾呢，通常就是这三个限制啊。李老师给我这三条，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，过了十几年之后才知道。啊，那么第一个，啊，我跟过方东美先生，跟过张家大师，这两个人，李老师都非常尊敬，非常佩服。啊，张家大师圆寂了，方先生是哲学家，啊，我真的。是想来学佛了，啊，就跟李老师，啊，老师第一个条件，你要真的跟我学，啊，从今天起，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，除我之外，其他任何。法师、居士、大德，啊，讲经说法一律不准听，这是给我要跟他学的时候，这第一个条件。啊，第二个条件呢，你从今天起，你所读的书、看的书，不管是释法是佛法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不准看。啊，第三个呢，你从前跟方先生学的，跟张家大师学的，我都不承认。你跟我学习，啊，这三个条件，啊，有期限的，5年，5年一定要遵守，5年之后，这就开放了，啊，你什么都可以接触了，5年。啊，我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条件是出于私诚呢？到新加坡去弘法，遇到了演培法师，啊，这是老朋友了。啊，演培法师请我在他道场呢，给他的信徒们讲开始。啊，讲完之后，我们在客厅里面聊天。他就问我过去这个修学，我就讲到李老师这三个条件对我的限制，他听了之后笑起来了。我说怎么了？哎，他说我在做小沙弥，沙弥的时候啊，他是很年轻就出家，十几岁出家，
地贤老和尚对他也是这三条。啊，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三条不是李老师的，啊，是中国传统代代相传呢，是这样的。那就是老师看中你这个学生，你能成就，啊，他要全心全力的来辅导你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只要听话，他一定把你带上一个成功的道路。他要负责任，你不听呢，他就没法子教。哎，他教你的话是一定把你带出来。啊，所以老师这个责任使命很重啊。啊，不是他所教的个个都是这样，没有啊。李老师在台中那么多学生啊，他用这个方法只有我一个。他对周嘉玲不是这个方法，对徐学明也不是这个方法，啊，他只对我这样限制啊，不一样啊，啊，所以四成不是每一个人，啊，是特殊的，他看真正他看中的一两个人，可以能够传法的，啊，所以这个道理要懂。那么演培法师非常可惜。他不接受我，啊，地贤法师教他，在关中寺，他不能够不听呢，守着。太虚法师在闽南办佛学院，就是厦门，啊，在厦门办佛学院呢，他听说了，他是偷偷的溜走了，溜单溜走了，啊，就跟太虚法师。所以我是真可惜，他如果要是跟地贤法师，那他了不起，他真的是能够集成这个地贤老和尚成为天台宗的一代祖师啊。跟这个太虚呢，太虚是新式的佛学院啊，里面课程的跟一般学校一样，啊，所以这个就差得很远了。所以他有这个机会也真的是自己放弃了。啊，那我在台中是真的是遵守。啊，老师给我的时间是五年，我照他这个方式去修学。啊，最初我们觉得老师很跋扈。啊，很专制，想想呢，哎，他是一个大德，啊，在台湾备受佛教界里面的赞叹，啊，所以我就接受了，啊，接受了三个月就有感触，啊，遵守的这个方法三个月，因为一些东西不能听了，只能听他一个的。想看的东西都不可以看，啊，他没有同意都不能看。这眼睛长了，耳朵塞起来了，啊，这样怎么呢？心清净了，啊，妄念少了，心清净了，心一清净了，就有一点智慧，啊，就是听他讲的东西啊，或者自己指定看的东西啊，能深入，有这么一个好处。啊，所以到半年之后啊，我就很肯定，哎，老师这个方法是不错。啊，所以我遵守五年，到了五年，我跟老师讲，我很有受用，我再守五年，啊，所以我遵守他这个三个约定的时候，我守了十年。啊，你们到台中去打听打听。李老师用这个方法来规范我，有没有用这个方法规范第二个人？没有。啊，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的。那么我一直到今天，我还没一个学生都没找到。啊，那么这位老师，那这样看起来，
他是很了不起的，啊，他在我之上，也在李老师之上，啊，德行学问，啊，真正是集传，啊，承传了中国儒释道的传统，这是一代的大师，啊，能够跟他学习，那当然有成就，啊，这个是我们梦寐也所仰望的，啊，所盼望的，我们感到是望尘莫及，啊，那么再说你问的这些能不能看我的光碟，这是每个道场啊都有它的家风，啊，各有因缘，啊，那么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老师的规定呢，给学生受这种限制是期限多长，我们不知道，啊，但是自古以来呢，这个一般都是五年，啊，五年呢，他心就定下来了，啊，定生慧也，啊，开智慧，啊，智慧开了之后啊，老师就开放了，啊，什么人都可以听，什么书你都可以看，为什么呢？你已经有能力辨别邪正，辨别是非，辨别善恶，只要有这种能力，你通通可以看，一丝毫拘束都没有。原来拘束的时候呢，是怕你还没有这个能力辨别，所以老师在旁边看着，啊，看着，啊，老师实在讲就是培养你自己的戒定慧，啊，因为这种约束呢，这是戒，啊，你遵照这个方式去学了，你心就得定。啊，定生慧，慧开了之后，什么都能够接触。啊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啊，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下，那就是四乘。到自己智慧开了，啊，你看老师不让他再在自己门下了，要叫他出去，出去参学，啊，什么地方你都去看，你都去听，你都去学习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老师会下成就的叫根本智，那个智慧是根本智，啊，你没有接触过世面，啊，有了根本智之后啊，老师一定啊要放你出去去参学，成就你的厚德智，厚德智是无所不知，啊，般若经上讲，般若无知啊，在老师会下训练的是成就无知的智慧，啊，出去参学呢是无所不知的智慧，这么回事情，啊，所以诸位要懂得，我们现在晓得古时候有这个事情，在现在难了。啊，现在难的什么呢？如果他不能够进到孝道，四道就没有。啊，所以今天很悲痛的事情，四道断掉了。啊，这个是要晓得啊。这个不能够错用了啊，错用了呢，没有好处啊，错用了没有好处，有过失啊，要用得很正确啊。就像禅宗里面啊，你看这个无灯慧远1700条公案，里面有不少老和尚啊，手段很特殊啊，啊，对待他的学生，啊，有棒打，
有贺齿，但是他那个一棒打下去了，这学生开悟了。这个对，那个老和尚有本事啊，能够看到学生现在的功夫做到什么程度呢？开悟的边缘啊，未悟将悟的边上，用个方法的时候，那一棒打下来醒过来了，马上一开悟，那个能打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，你带几个学生也拿着棒子天天打，把学生打死了他也不开悟啊，啊，那就错了啊。那所以这个学不得的呀，啊，自己不到这个功夫不行啊，到这个功夫，用什么方法活的？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明了，啊，一个人一生当中遇到一个老师是缘分，啊，可遇不可求啊，啊，你也晓得。我们不是生生世世都能够遇到好老师，那这个缘分不容易啊！啊，这个道理呀，要懂，所以真的是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逢。啊，可是好老师要能找一个好的学生，能承传他的道统啊，更难。啊，我早年在美国，一个人在美国啊。弘扬净土宗很辛苦啊，每一次我回到台湾呢，一定就看老师，看李老师，我都会跟老师，老师能不能再多培养几个学生，我们将来在外面弘法了，哎，有师兄弟可以互相帮助啊，哎，他也点头笑笑。我好像前后讲了大概总有十几次，到最后一次他不耐烦了，他告诉我，不是我不教啊，你替我找。我听到这个话之后，我以后再不敢讲话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想一想，像我这样对老师百分之百服从，百分之百听话的，到哪里去找？真找不到啊。所以这才晓得了老师讲的一句话，老师找学生比学生找老师还要困难十倍都不止啊。所以从此以后就不说了啊，我自己心里也晓得，一生当中能不能遇到一个缘分，不要有这个指望，有指望呢就会有失望啊，没有指望啊就没有失望，啊，所以一切呢，因缘生嘛，啊，所以这个道理啊，要懂，啊，你不问，我也不说，你问呢，告诉你，啊，了解这桩事情，啊，从前有，往后没有了，啊，这是肯定的，啊，往后没有了。下面呢，新加坡同修提问，他说：“家母个性刚烈，说话了较直。他说在弟子结婚前，对弟子的媳妇啊是柔软的性格和简朴的家庭背景，总是不太能接受。啊，弟子结婚之后，他们婆媳之间隔阂更深。”媳妇现在虽学佛，对家母也有很深的隔阂，请问弟子应该怎么办？这个事情好办啊，你这个请你的夫人呢，到最好的时候了，连同你的母亲啊一起到庐江汤池去学一个星期，两个星期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。我们在这边看过婆媳不和，学了弟子规之后啊，婆媳啊抱头痛哭啊，都承认自己错了，
婆媳就要相处得非常之好啊，所以还是这个弟子规起的作用啊。弟子规在家里学效果就差，你到那个地方去学效果就殊胜啊，那是磁场不一样啊，大家都在学习啊，你看到那里会受感动啊。下面有网络同学提问的有十几个题目啊。第一个是念佛时不出声，心有阿弥陀佛，这是否叫心念佛？这样念很好，你不要分别，不要说心念佛、口念佛，不要去分别这个，很好啊，心里面有佛，因为念佛本来就有很多种。有出声念的，有金刚持的，金刚持是口动没有声音啊，有默念的，你这个属于默念啊，心里面的佛号不断，但是外面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啊，这就好，最重要是心里头有佛啊。如果这个心里面念佛了，这心念佛的时候，这心很清净了。如果心里面说有妄想杂念的，你这就很难摄心。那怎么出声？出声容易摄心啊，所以这个出声的好处啊。为什么有人大声念佛，杂念妄想杂不进去啊？不出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妄念还是有啊，这个你自己会体验到。第二个问题，弟子在学会负责厨房的事务啊，请问老师，他下面有四个小题。第一个是持五的法师在饮食方面应当怎样照顾才入法啊？持五是过午不吃啊，那么他对他的饮食照顾也是平常，只是时间呢把它控制在11:30啊，决定不超过11:30啊，他这个就达到了啊。在从前讲破斋呀，如果这个超过12点的时候他就破斋了啊，也就是时间上照顾就可以了。第二说持五的法师要求傍晚6点把果汁和一些糖水各了渣之后给他们喝，这样做我们是否如法？如法啊。实在讲呢，这个在佛法讲的时候，他这个下午的时候应当只是喝水啊，果汁有渣子，糖水没有渣子啊，所以过汁啊要过滤。那么这是实实在在讲，真正做到这一点，做得很严格，做一辈子啊也未必能往生啊。为什么呢？净土三经里面没有说往生一定要吃五啊，这个在佛法里面这是小小戒啊，是应该要重视啊。但是如果你连弟子规都做不到，你连十善业都做不到，连五戒都做不到，这个东西只是形式，而且什么呢，会给人家添很多麻烦啊。你能不能晚上喝开水就好了，何必去找人家麻烦啊？找人家麻烦的时候也要有负担，也要有因果啊。晚上不吃没有别的，是省事啊啊，你在伺候的人找麻烦，你不多事吗？你自己省事找别人的麻烦，这个错了
啊，所以你总要懂道理，要明理。啊，我不是叫你不吃午，我晚上也不吃饭，而且我跟李老师那段时间跟他老人家一样，早饭也不吃，一天就吃一餐，啊，决定没有找任何人麻烦，啊，这个才是对的呀。第三是，我们应该准备多少样的菜给法师？如果法师不满意我们准备的菜，我们会不会不应苦？你不会不应苦，法师不应苦。为什么呢？法师还有执着，还有分别。啊，他如果今生不了道啊，他将来皮毛带就还。啊，这是肯定的。嗯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托钵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。啊，如果吃的东西还觉得不对味，还有挑剔，心里不满意，还生烦恼，你去看安世高的传记，你就晓得可怕。啊，安世高当年在世的时候，是啊，这那是早世前几世。啊，他有个同学。啊，这个同学的时候，在我们想象当中，应该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啊，出去托钵，啊，托的这个饭菜不好吃，不合口味，心里就有点难过，啊，并没有说出来，只是心里头不高兴，就这么一个原因。死了以后，躲在畜生道，啊，因为他能讲经，他有智慧，他又喜欢布施。啊，讲经有智慧，布施有福报，死了以后啊，就变成邪身，啊，就是龙王，啊，共听湖，那个龙王，就是他。所以安世高到中国来，这个翻译经呢，译经完了之后，就到共听湖去度他这个同学，设这个因缘，啊，到这个地方去之后。啊，龙王的时候就托梦给庙里面的住持，说明天有个同学他要来，好好的要招待他。明天安世高来了，啊，就丰盛的招待，啊，这就知道了，啊，这个龙王托梦给他，啊，龙王庙，啊，那么他就接受招待，然后给这个龙王呢，说法，啊，说法念咒啊，这个一般人也听不懂。啊，念完之后，他就叫龙王出来。龙王不好意思，啊，这个，安世高说没有关系，他说这是因果，你出来之后，啊，也是这个减轻你的罪业，让大家看到果报。啊，他就出来了，说是大蛇，啊，很大的一条蛇。那么他就给蛇说法，啊，这个以后蛇就又退回那个龛里面去了，啊，到第二天呢，这个蛇在这个庙后面死了，看到这一条大蛇，所以那个地方叫蛇村，安世高就把这个过去的因果说出来，啊，是一位法师，明经好识。就是因为托钵供养，你看这个不好吃的东西心里有点难过，他没有成正果，啊，他躲在畜生道，因为明经他有智慧，所以这个庙神龙王很灵，啊，灵感，啊，那么他又喜欢布施，所以他的福报很大，啊，一千里这个范围之内人家都来拜他，所以香火鼎盛，这香火鼎盛喜欢布施，啊，所以你就想的这一点点的成慧就造这个果报，啊，所以不可以有分别心啊，啊，不可以执着啊，啊，修行在哪里修呢？就在这个我们常讲啊，日常生活起居里头，啊，把自己贪嗔痴慢的这个念头断掉，
修忍辱啊，不好吃的也吃啊，慢慢吃成习惯了就好了，啊，什么都是一样的，啊，所以对人要平等，对事要平等，对这一切事物也要平等，啊，有一念分别心呢，就不平等了，啊，所以这就错了啊，啊，这古圣先贤做出这些样子给我们看。 啊，所以我们想想，我们的智慧、福报、德行，跟共听湖的龙王比一比，能不能超过他？如果不能超过他的话，那我们将来的受的苦难就更苦了，比他不如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因果、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 第四，供法师的菜，是不是以地藏经所说的方法去做？可以。啊，这一般最重要的，我们恭恭敬敬啊，替法师做东西最重要是卫生，啊，这个要顾到，就是要干净，啊，菜蔬菜要新鲜，要干净，哎、啊，这点重要的。下面一个问题， 说毒害的青少年越来越多，弟子想个方法，是编一套网络游戏，内容啊是做了好事，就能闯关得胜，啊，譬如把十善业和羞耻的方法作为选项，玩者通过正确选项进入下一关，希望啊。 以善巧方便让更多的青少年认识佛法，不知这个想法呢是否妥善？啊，能否请啊老法师讲经时倡导？这个方法古人有，啊，古人用游戏的方法叫选佛图，啊，选佛图是用什么方法？就用从前人的升官图，我们小时候玩这个。 啊，现在好像现在玩这个电子游戏机了。我们那时候没有东西玩的时候，玩升官图，啊，升官图掷色子，啊，掷多少点呢，你就走多少点，啊，走到有好像有一个贪赃枉法的时候，就降级，就回头了，啊，做了好事的时候就升官，啊，升官图，所以有佛门的，大概是法师，啊，出家人做的，叫选佛图。 就是从修行，啊，这个慢慢的就是正果，啊，修行正果，啊，最后的到最高的位置就是佛陀，有菩萨，有罗汉，啊，这是一级一级的，那个很有趣味，啊，所以古人已经有，啊，那么要想把这个佛门这些故事啊东西编成戏剧啊，也有，啊，我们《大藏经》里面就有一个剧本。 评剧剧本，啊，里面故事内容啊是净土宗的三个祖师，啊，那个书的名字叫《归元净》，啊，我们过去也印过，印过单行本，啊，还有插图的，啊，《归元净》，它里面第一个是讲慧远大师的故事，第二个呢是永明延寿，第三个是莲池大师。 搬到舞台上啊，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你像《华严经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要把它变成连续剧，那很吸引人，啊，是可以这样做法的，啊，那么现在还有个好的方法，动画，啊，那中国这个水墨动画，那是高度的艺术。如果能够把佛经里面。 这些故事的学，用这种方法来表达了，当然是一般人更喜爱了。啊，我相信这个电视也欢喜播这种节目。第四，这如何引起更多人对德育的重视？用什么方法呢？对学生进行德行教育，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？ 现在我们的这个汤匙
文化教育中心呢，是交给北京一个友诚基金会，他们去接办。我相信呢，他们将来办得会更好。啊，像这些问题啊，如何啊，这个引起更多人对德育的重视，最好到那边去参观。很多人现在参观的人，每一天都超过100多人，就是外地专门到这边参观来学习的。啊，有很多人在那边学习的时候，时间达到1个月。啊，学习5天到1个星期的是非常之多。啊，所以能到那边去看看，亲身去体验，那就不一样，感受完全不同。啊，无论是男女老少，无论是哪个行业，啊，你去都会有很好的感受啊。底下说如何才能发起孝亲尊师之心？第六题，如何才能发起感恩之心？第七题，如何才能发起忏悔之心？这几个问题，一到汤池去参观，全解决了。啊，讲非常困难，一定要做个人看，啊，他才知道。啊，所以我们汤池啊，这个虽然时间不长啊，才一年，这个一年的这个时间呢，确实产生效果。啊，我们在过去啊没有这个念头之前，我们总是口头文字宣扬，但是收不到效果。啊，我们是被联合国的朋友们啊会后的时候问我，这法师你讲得很好啊，但是那是理论，那个做不到啊，那是理想，不是事实啊，这逼着我们才真干呢。干出来之后他们心动了啊，所以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的各个的这个诸会代表啊，就是大师啊、副大师，都有意思去参观啊。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接待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啊，他们那边总共是有192个国家代表啊，慢慢的我想呢，我们分批啊，最近第一批可能有30到50个啊去看啊，我们是希望将来能够有几个梯次，他们通通都能来看啊，然后联合国的会很重视这种做法啊，不要再开会了，这个开会呀、啊、劳民伤财啊，所以我鼓励大家来看啊，看了之后你就晓得，一定是用办班教学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。那办班教学头一个条件呢，就是老师啊要非常认真啊，选择师资啊，老师没有别的，就是能够把儒释道三个根呢，从自己做起，对，从我做起，从我心做起啊，我们真正能把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落实，你就是好老师啊。那么你讲这个课程是你亲身的体验，会感动人。你自己做不到啊，你讲啊是说别人的啊，这个谚语说所谓的说时速报啊，说得很好，天花乱坠，不能感动人啊。那就是说你没有精神在里头，精神是要你自己做到你才晓得啊，自己做不到不行啊。所以我们汤池做成功啊，我们就非常感谢啊这一批老师他们做到了啊，尤其是第一批的老师
啊，现在我们老师已经培训到第四期了，啊，第一期的老师在基本上他们真的做到了，他们带头，带了一个很好的头。啊，所以每一个老师这个讲课，啊，听众听到的时候都感动得流眼泪。啊，所以汤池那边你去听课，每个人都发一包卫生纸给你。你原先不晓得发卫生纸干什么，哦，到后来的时候一感动流泪才晓得这卫生纸是给你擦眼泪的。啊，那我们相信啊，这种这是在其他的这个场合里面所没有的。啊，第八是如何坚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。啊，这是讲信心。这个是这个对于经宗经论的教义要深入的去研究，你的信心就升起来了啊，你才晓得人生这个机会呀，就太难得了啊。那么如果常常听华严经也能懂得，我们在华严经里面也讲得很详细啊，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。你今天把全世界都给你，那是小事，那是鸡毛蒜皮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顶多有权有势啊，你荣耀啊一生，死了以后什么都带不去，还是业力流转啊，就是给你全世界都没用处啊。那你在这个六道里面的轮回，从无始界到今天不知道轮回多少次了啊。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，你在天上做过天王，你在人间做过帝王，你曾经有大富大贵，你也堕过地狱，你也变过恶鬼，你也做过畜生，六道里头哪一道你都去干过啊，时间太久了，无量劫了嘛啊，你生生世世无论搞什么事，你都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在六道轮回里面，肯定享受荣华富贵的时间短，为什么？你要好多生累积的善因，你才能得到。但是你造的罪业造得多，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。啊，佛也是这么说的，啊，经典里面也是这么写的，我们相信。所以能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啊，使我们能够永远超越六道。我们要不把这桩事情当作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，那你就错了，你真错了啊！啊，你错得太离谱了。这个机会，你不要以为好容易得到，不容易得到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啊，你看这个前清彭继清居士啊，他学了佛之后，他把世间事业统统舍掉啊。彭继清是很聪明的人啊，啊，弱冠就考取进士啊，啊，也就是说他不到20岁他就考中进士啊，考中进士不做官，去学佛，修净土，往生传上有他的名字。啊，他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他是高干子弟，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，啊，就是现在讲的是国防部长。啊，乾隆皇帝的时候，国防部长。
啊，他跟我们讲，讲这个净土的法门呢，难遭遇啊。他说是，这个无量劫来，稀有难逢的一日，我们遇到这个净土，啊，是无量劫当中稀有难逢的，这下遇到了。你要不好好的珍惜把握住，成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，啊，把这个世间全部放下，他自己做了榜样。啊，他自己是以居士身成就的，他并没有出家，但是过出家人的生活，啊，一生常斋呀，啊，什么事都不干呐，啊，就是念佛，研究经教，他就靠这。啊，这是我们很好的榜样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能否请江一子老师画一本现代的护身画集？你可以写信给他，啊，你跟他联系，你不知道他的住址呢，你写到台湾台中啊佛教联社啊，台中佛教联社转给他，他就会收到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办丧事时，能否将你的讲经光碟播放给亡者看？若可以，播放哪一部经最好？电视画面能对着灵堂吗？播地藏经最好。电视画面可以对灵堂，也可以对棺材的面前，啊，都可以对。”确实他得到受用啊。第十一题，就是弟子的姐姐之前工作稍有积蓄，所以暂时不想啊继续为钱工作，只想找个地方啊好好学习佛法，家人原本对学佛吃素啊就不支持，现在对姐姐赋闲在家，更加深他们认为学佛是消极的看法，请问呢，怎样才做得圆满？找一个好的、真正如法的道场，好好的去学习。啊，学习一段时期再回来之后啊，可能你家里面的对他这个态度就会产生变化了。学了之后他就知道啊，在家里啊怎样孝顺父母啊，怎样啊对待这个家人啊，对待亲朋好友邻里乡党啊，总佛法的一定是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啊，在在处处都是社会大众的好样子啊。但是学佛一定要记住那三个根要扎稳，所以基础的基础还是要把弟子规学好啊。所以到哪个地方去念佛修行呢，最好先到庐江去学一两个星期啊，住一两个星期，把弟子规落实。第十二题啊，这弟子常年头痛，看了很多中医还是无法治愈啊。老法师曾经开示，把医药费捐出去给贫穷的人，自己就没有钱生病了。请问老法师，不施医药给贫穷的人究竟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叫圆满？圆满不在外，在心。你对于帮助这个病苦的人，你有这个热忱的心啊，这个心永远存在，就是圆满啊。遇到贫穷的人，你都能够啊去尽心尽力帮助他，那是圆
最重要是要你有这个心啊，像佛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，那就是圆满啊，圆满不在事，圆满在心啊。那么这个医药费舍给这个贫穷的人，这个是也是一个大愿啊，也是一个大愿啊。这个愿呢要能够持续啊，并不求，我们不是医药，不是求自己不生病，我们没有这个念头啊。那生病怎么样？生病念佛求往生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医药费啊，所以生病就念佛求往生。哎，需要有这种决心啊，不能说是我为了不生病啊，才不是医药费。那你是有条件的，你的条件未必别人接受啊，所以这个道理啊要懂，我们发的心要真要诚啊，不附带任何条件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弟子曾经看过佛书上说，意思是永远在这个世间度众生，不用害怕迷失，只要发这个愿呢，到时佛菩萨会指点开示你，你就仍然继续度生，鼓励大众啊，快快发留在世间度众生的心。请问这和求生进西方极乐世界如何圆融？书上所说的是否有偏差？书上说的很难，非常非常不容易。哎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书上说的谁出来保证呢？写这个书的人可能已经不在了，他在六道哪一道你也没办法找他啊，他对你并不负责任啊，所以你要真正想生生世世继续度众生，你最好先见阿弥陀佛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在任何一道都不会迷失方向，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而且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比你转生到世间来度众生的时候容易得多啊，这一生我们求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有肯定的把握，来生的人生没有把握。你说这为什么？因为你来生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业力，你现在的这个三规五戒十善有没有都做到啊？这三条做到了，跟你说弟子规是打满分的，感应篇是打满分的啊！你来生肯定不是人生，你决定回到人间来啊。那么来生的人生一定比这一生更好啊，智慧呀福报都会更大啊，你会不会迷失方向这就很难讲了，如果迷失了你又去造业去了啊，所以你没有法子保证啊。如果你到极乐世界去了之后回头再来，诸佛菩萨护念，龙天善神照顾你，你不会迷失方向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底下一个题目，啊，这个一次序有错误啊。底下个题目，弟子的理解如下啊，请法师开示。第一个啊，它有两个小题。第一个，西方极乐世界在十法界，六道也在十法界，所以对没有听过佛法的人来说有六道，对学佛的人说有七道了，只不过六道轮回里面从来没有去过七道，
你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，我学佛56年没听过这个说法，极乐世界也在六道里头没听说过，那佛经上讲的极乐世界、居利娑婆世界是10万亿佛国度，根本是两个世界，不是在一个世界里头，我们在经上是这样听说过的，你这个是一个新的说法，这个自古以来祖师没有这个说法，我这么多年来了，接近很多法师啊，这个学经教啊，也没有听到这个说法。我不知道你这个说法是根据什么来的。如果说是你自己的理解如是，那你的理解是邪知邪见，是错误的。他第二个问题，凡事都有因果，对学佛人来说，佛法是一不是二，因果也是一不是二，所以一学佛就到极乐世界，不是来生道，是现在就到。以上理解请法师开示。这个你的东西也太深了，我不够资格解答你，我没有能力解答你，我学佛56年没有学到这个程度，所以你另请高明，我没有法子解答，下面一个题目，有人问我，你信佛吗？我说我不信佛，我深信因果，不信佛是我还没有证到佛果。这个深信因果是因为有我，这个虽然呢我不信佛，但是我在学佛，因为我想证到佛果，请问这样回答对吗？这样回答不对。为什么不对呢？你对于佛跟因果的真正的理解不够透彻，希望你好好的去学经教，然后你的解答就会很圆满，那我们这个讲堂里面呢，关于这些问题的讲的非常非常之多，我相信你提出这个问题，你没有到这个讲堂来听过经，你没有接触过佛法，这是完全是你自己的知见，这个与佛法了相距有很大的差距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印无量寿经是否经文之后加往生咒，还需要加补阙真言，这样的顺序对吗？”可以加，也可以不加，所以对一般学佛的人，通常的时候呢是不加的。可是对于读诵的人，像作为寺院里面的这个课本的人，他们通常都加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弟子之前呢修炼了别的法门，因为自己没有修好，招来病魔，最终放弃，但是还想修，苦于无门。弟子知道修佛要不二法门，现在很苦恼，不知怎么办。你学佛开头你是一门深入，如果开头就走不二法门呢，你是上上根人，你是今天的慧能大师，那很了不起，在中国历史上只出来一个慧能大师，慧能大师之前没见过，慧能大师一直到今天也没见过，但你现在出现的时候，那是非常了不起，你能够救世界，你能够救这些苦难众生，那为什么呢？你能入不二法门，入不二法门就是成佛了，那你现在是你自己跟别跟外面人是一还是二呢？所以要好好想一想，我跟一切人还是二不是一，你没有入不二法门，你比如说是你今天这生活里面苦乐是不是不二了，好丑是不是不二了，你要常常想这些问题，你
你是不是真能做到？啊，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讲《华严经》，讲到第十二品贤首菩萨，贤首菩萨还没有做到不二，啊，他很快了，他再升一级，他就是不二法门了。他现在还在二里头，啊，还没有达到。啊，贤首是《华严经》实性位第十性的菩萨。啊，不二法门呢是初住以上，啊，所以还要提升一级。不二法门的时候，十法界没有了，也就是世法跟佛法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这个就高了，太高了。你能够走向这个下，再跟你说生死不二，啊，烦恼跟菩提不二，你是不是都做到？啊，我们的确望尘莫及，做不到。啊，做不到，就从《弟子规》学起，啊，这个才老老实实，啊，这是凡夫啊，没有法子去学化身菩萨，啊，去学诸佛如来。底下这个有个问题，他说有一法师能一边书写一边念佛，请问老法师这是什么境界？这个境界我不知道，我达不到这个境界。我书写的时候就不能这个念佛啊，念佛的时候我就不能书写啊，我还没有入不二法门啊。他说你讲经大问时也能同时念佛吗？哎，你要说念佛也可以，你说我没有念佛也可以啊。什么叫念佛呢？你的心跟佛心相应是念佛啊。那这就讲这个讲经做任何工作去念佛没有断啊，心是佛心啊，这个可以这样讲法啊。如果是心里面真正有佛号呢，那佛号是没有啊。所以这个大问题的时候啊，我是专心跟你解答问题啊，我并没有在念阿弥陀佛啊。就是在我想来，凡夫终究是用心一时的，所以只能交替进行。如果佛号啊不断，又能从事其他的事情，那应该是自信当中流露，是登地菩萨的境界。对，你的说话不错啊，确实这是地上菩萨的境界啊。那么这个地，我们通常讲的是别教地上菩萨，在原教呢，初住菩萨啊，原初住就是这个境界。下面一个问题的龙树菩萨是佛灭度后600年出现在印度的人吗？大龙菩萨也是同时代的印度人还是龙宫里面的水族？这个龙树菩萨确实有其人，确有其事啊，是佛灭度后600年的时候出现在印度。大龙菩萨是化身菩萨啊，他在水族里头，那是他的视线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现什么身啊。他那个时候他度这些水族，所以现龙王的身啊，这是菩萨应化，不是水族啊。水族那就不能比龙树还高啊，因为龙树菩萨是初地菩萨啊，他肯定比龙树菩萨要高很多。第17题是在家居士是否要受菩萨戒才可以讲经？按照佛经的规矩是这样说的啊，但是现在要知道，现在佛的戒律没有了啊，不要受菩萨戒，佛法里头最低的戒根本戒是十善业道
十善业道都做不到，其他都不必说了。所以我们前面讲过，可能你前面没来听，你三规做不到，你五戒做不到，菩萨戒怎么会做到呢？所以佛家持戒是从十善做起，十善不是戒，十善是戒的预备预科。在受戒之前先学十善，十善能够持了，这个戒就没问题。所以十善是戒律的前方便，好像我们念书一样，先修班。有人上大学，在没有上大学之前，先接受这个预备教育，预科教育，预科成绩及格了，再上一年级，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这个一定要懂。那么现在的时候，这个有很多学者专家常常也讲解。那最好的一个例子，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，他没有皈依，他也没有受戒，但是他在台湾大学大概十几年的时间，晚年完全讲佛经。他在这学系里面开的课，开的是大乘佛学、魏晋佛学、隋唐佛学。以后年岁大了，在台大退休，到辅仁大学，辅仁大学聘请他，在博士班讲华严哲学。那么这个呢，都在佛经里面称呢，白衣讲经。在大学里开着课程，实在讲呢，非常非常可惜，他79岁就走了。如果他寿命再能多活5年，他会对佛教产生很大影响。因为他对佛教真正信仰。真正其如就在79岁，可惜那一年就走了。他教我的时候，很早，那个时候他才不到，大概50岁的样子。教我那个时候，他的对佛法的认知是哲学，可是到晚年的时候呢，不一样了，他真的切入了，教我的时候跟我讲，佛经里面10/8是迷信。2/10是最高的哲学，他这10怎么分的呢？10个宗派，十个宗派里面呢，他只肯定法性宗跟法相宗是哲学，高等哲学，其他的宗派的时候都是迷信，但是到晚年他完全改观了，那跟我的个看法的时候说。很接近的，所以我们也很谈得来。早年看法的时候，这个法性法相呢，认为这个是高等哲学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看到佛家的大门。认为迷信的人，那是里面，你只看到外面，里面没看到。所以他是始终没有离开佛经，天天读经，天天学习。所以他进步也很快，到晚年时候是入佛的境界了。所以对我这个学净土宗他也很赞叹了。他不认为这是迷信了。所以佛法要深入
不深入不行啊！啊，深入之后啊，这才了解。啊，那么他喜欢华严。啊，我对于华严的这个深入啊，我相信不会在他之下。啊，那么我这一次这一遍《华严经》讲下来，估计决定超过10000个小时。啊，这是我们老师想不到的呀。啊，那华严内容是什么呢？我现在讲用现在现在人的说法，华严的内容讲的5个项目。啊，第一个是伦理教育，第二个是道德教育，第三个是因果教育，第四个是哲学教育，第五个是科学教育。方老师在的话，我要跟他提起，他一定很赞成，一定很欢喜。真的啊，你不深入，你不了解他，深入之后，哦，你才完全明白了。啊，这个东西就是应用在日常生活里头。啊，所以这是他讲一句话讲得很对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。下面第18题，人过世后如何供养礼敬才如法，是否1年或3年内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供养饭？这个完全看你自己的发心，你对亡者的关系，你对亡者的感恩，啊，亡者是父母，这个恩德很大。啊，初一十五给父母供饭，这是孝心。啊，就像父母还在一样。啊，确确实实提起自己的孝心，也能够叫你的儿女，啊，你的子女啊，学孝道，这个好事情。啊，那么年代久了，你比如说3年，啊，我们供养3年，这个是应该的。啊，3年之后呢，每逢忌日。啊，年节，啊，忌日，啊，就是这个他往生的那一天，啊，忌日，来给他修复，啊，都是尽孝，啊，人能尽孝，社会风气就会变得淳厚，啊，这是好事情。下一个问题，就是家中如果有人将要过世，是否需要把家里供养的佛像用红布盖起来，在行丧和行孝期间，这个家亲和眷属是否能在佛堂和寺庙行香礼佛啊？早晚课是否还要进行？这个不必把佛像盖住啊，佛菩萨形象在家里面供养是最吉祥的啊，命阳都得利啊，你要把它盖起来的时候呢，这就错了啊。为什么呢？让过世的人跟在世人都得不到利益啊，而且还有过失啊。这个浅显的道理我们要懂啊，这个行孝期间，在这个家庭眷属可以在佛堂，可以在寺庙里面，啊，这个
拜佛、诵经或者念佛、回向，啊，早晚课一样做，啊，做完之后回向给亡人，啊，这非常好。底下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经常度各种不同的生物，发现呢动物的念头很多，不容易度，是否植物也比较容易接受化度？植物跟动物差不多，啊，都有灵性，啊，你只细心，用真诚、清净心、细心给它沟通，你能够观察得到，啊，那动物比这个植物的时候，还比较更容易度，啊，古大德讲，诚则灵。啊，精诚所至，所以精实为开呀，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。啊，我们用真诚心对待动物、对待植物，都有明显的感应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请问什么条件才可以做护法神？你想做护法神，不容易。啊，护法神他的功德给诸位说，超过弘法的法师。啊，为什么说呢？弘法的法师再有能力，没有人护持，他就一筹莫展。啊，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经弘法在这个道场，如果没有人建这个道场，建道场是护法神的，没有神建道场啊，我们没地方讲啊，没有场所啊，没有缘分的，提供场所、提供缘分的，这是护法神的，啊，这护持正法，所以他的功德超过弘扬讲经说法的法师，啊，你要晓得，我常常做比喻，建道场他是校长，啊，他是教务主任。啊，他是训导主任，讲经说法的时候是教员，啊，他只担任这个科目，不一样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这个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，把佛法是交给国王大臣，叫他们护持。啊，你想想这就有道理啊。幕后一个问题，就是请问在家中的家中布置小佛堂，是否可以安置在厨房隔壁？佛像呢，是否一定要面对西方？这要看庭，看你家庭房屋的结构。啊，不一定在西方。供佛、供菩萨的时候啊，都供在上方。那哪个方是上方呢？不一定。啊，什么叫上方呢？它这个位置是你外面人走进来，无论从哪一道门走进来，他第一个看见这个位置叫上方。啊，所以就看你的房间有几个门。啊，有一个门，它一定是面对着这个门。有两个门，它的位置的时候，一定是两个门进来，它头一个看见，啊，而不是背对着门，啊，背对着门那是下方，啊，下方是主人的位置，啊，上方是上宾、贵宾的位置，啊，这个礼节要懂，啊，那么放在厨房隔壁也没有关系，尤其现在呀。特别是香港这个地方居住环境啊是很紧张，啊，空间呢非常小，啊，甚至于有很多这个同修家的过去，这些最近我很少到同修家里去，这个77年我第一次来讲经呢，常常有同修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参观，
有很多家里真的就一个房间啊。那么这个沙发就坐的客人来接待的时候，他实际上他不接待客人啊，我们就参观他就是一个布帘子拉起来啊。那么像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，供佛像要供啊。那么供佛像呢，等于说就是一个房间吧，我们供佛像或者供在柜子里面啊，就像这个佛龛一样啊。不礼佛的时候门关起来，礼佛的时候门打开，这最好。没有这个事，我们就用帘子啊，用帘子拜佛的时候把帘子拉开啊，不拜佛的时候把帘子拉起来啊，这样就很好啊。所以都是要看自己居住环境空间啊来布置。下面呢是中国同修的提问，一共有13个题，恐怕时间不够啊。第一个题，就是母亲发愿为哥哥念100部地藏经，诵经期间晚上看到灵魂还有身体多处地方很痛，请问呢，现在可不可以改念阿弥陀佛，还是把100部完成之后才可改？最好是先把地藏经100部念圆满啊，然后再改，这样比较好啊。疼痛不要去理会啊，求佛菩萨保佑就好啊。那么你能看到这个灵魂，或者看到这个有许多啊灵界的众生，这都是正常现象啊，不要害怕，把这些功德回向给他们。下一个问题，在家做早晚课是否需要依照课诵本的仪规啊？如不唱诵啊，像炉香赞等是否可以用念的？可以啊，在家里面一个人做可以用念啊，不要用唱，也不要敲法器啊。尤其在香港都是居住公寓，公寓你敲法器那种声音，隔壁人就来找麻烦啊，他去报警的时候这就不好了啊。所以要顾到啊周边的环境，还有很多周边环境他不是佛教徒，他信基督教信其他教的啊，所以要跟人和睦相处啊，不要惹到麻烦啊，彼此这个心里都亲近的，这样就好啊。所以佛不会怪你啊。第三个问题，这很多人这个喝酒吃肉时会用啊什么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，这句话为自己找借口，请问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？这种话是佛菩萨硬化在六道里面，特殊状况之下叫人开悟的啊。对于一个持斋持戒很严，他非常执着，分别心很重啊，贪嗔痴慢都不肯放下，所以菩萨用这个事情，你持斋啊持戒那个严肃都没有用啊。像济公长老这个金山活佛，他专门就是对付这种人的啊，他什么机会都没有啊。所以酒肉穿肠过，佛在心中坐啊，他心里真有佛啊，他确确实实对人对事对物，他没有对立，他没有执着，没有执着就是阿罗汉，没有分别就是菩萨，这个我们都讲得很清楚啊。你还有执着，戒持得再好，斋持得再好，你都比不上他啊。所以他是帮你开窍啊，告诉你
不是叫你不吃斋，不是叫你啊，破戒，不是的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提醒你，你要更重视啊实质的修行，那是形式。啊，形式是对外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呢？吃得这么严呢？是叫那个没有学佛的人，刚刚初入门的人，给他做个好样子。啊，真正功夫得力不是那个。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得，真正功夫得力是放下。啊，所以你没有放下的时候，那都叫世间法。啊，放下了才叫出世间法。啊，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讲的很多。啊，诸位要细心的去体会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弟子受菩萨戒三年，现想闭关，是否需要上寺庙啊受，还是在家里面受？我觉得了，你受菩萨戒三年，真的受了吗？啊，不是在寺庙里的受了个仪规就受了，那个不是的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第一个老师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告诉我，你参加这个三坛大戒。啊，那是我们初学佛嘛，是居士身嘛。三坛大戒里面有居士传居士的五戒、八关斋戒、居士的菩萨戒。啊，你去受了，受了你能不能做到？如果做不到呢，是假的。其实你受也是假的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得戒，你只有形式。参加这个仪式，你没有真正得戒。啊，你对于每一条戒的时候，开戒吃饭、制戒因缘，你一无所知。啊，所以那个什么，那是假的，唱戏台表演。你要真受，啊，所以张家大师告诉我，真受呢没有仪式，你不杀生，不杀生这条你真做到了。这条戒你就受了，不偷盗这条戒你真做到了，这条戒你受了，佛菩萨承认，护法神承认，啊，那么现在三坛大戒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藕益大师讲的，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比丘了，没有真正的比丘传戒，那么你这个三坛大戒的时候都不入法，要真正的比丘。啊，那个没有真正比丘，这个戒怎么受法呢？啊，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可以求佛菩萨做证明，自己发誓一定要坚持，佛菩萨给你做证明。藕益大师受了戒之后，回过头来在地藏王菩萨面前，请地藏王菩萨给他做证明，他受沙弥戒，他受菩萨戒，没有比丘戒，他必须要比丘戒一定要真正比丘至少五个受戒，你才能得戒，到哪一个找不到。所以他老人家一生称菩萨戒沙弥，啊，这个就是佛菩萨戒，自己可以在佛菩萨面前发誓，我一定做到。啊，所以今天谈到戒律，戒律非常重要，没有戒佛就没有了。啊，戒律从哪里做起？从弟子规做起，你就要肯定。如果你真的受了三规五戒，弟子规你会打100分，感应篇你也是打100分。啊，为什么？你那是超过了。啊，弟子规是一年级，感应篇是二年级，五戒是三年级。啊，那三年级的学生
看一年级的功课不肯定100分吗？肯定是圆满的嘛。所以想着，我们如果连《弟子规》都做不到，那全假的，自己要晓得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所以我们今天老老实实，既然从小没有学，现在就认真努力来补习，一定要把《弟子规》落实，把《感应篇》落实。然后你才真正能学十善业，十善业落实了，才能学三规五戒。像楼嘛，十善业是第三层，三规是第四层，五戒是第五层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你的戒才是真的，你才真的有根，真的踏实。后面还有十题，我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个十题呢，我们就留在下个星期五解答，谢谢大家。